几秒来发动，往禁区杀，撞倒了艾伦，裁判抓犯规。哦，艾伦好像火气有点被带起来了哦。单节得到九分，我现在要调整成定人的防守，看起来最后一集还是交给 Early 啊。剩下十秒来发动，往禁区杀，撞倒了艾伦，裁判抓犯规。哦，艾伦好像火气有点被带起来了哦。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啊。哦，艾伦是被抓了阻挡犯规啊，不过合理的看他一下，这眼神是充满着挑衅，嗯，可以这样说啊，还是挑动，因为他挑逗对手，对，因为投完之后他是笑的，笑笑的离开。但是那个笑啊，是让你看得会想要站起来，就像艾伦刚才那样子啊，想要回敬他一个国际手势。艾迪上上礼拜已经示范过了，结果被罚了2万块。第一罚没有，第二罚罚进。好，不过把最后一局留给台中太阳，而李得到33分了。